谢谢大家好，微笑点头，高雄市长陈菊快步走进记者会现场。面对先前柯文哲怒酸高雄举债2600亿元，双方多次隔空喊话，但陈菊这次不愿多谈。非常的荣幸出这本书，我们要给陈市长跟高雄市一个掌声，我们欢迎陈市长。不愿再和柯文哲互打口水战，但抓到机会，陈菊直接在新书发表会上大吐苦水。其实高雄并不是有钱，高雄是一个在财务的状况都是在一个非常艰难，但是我们在财政的纪律上，我们是非常自己自我的管理，我们在这个部分都很清楚。站在台上分享城市治理，话锋一转，还是忍不住要算一下。我们从来都不是备受宠爱，在温室中长大，我们从来都不是。继先前的一卡通和悠游卡纠纷，到近日因为举债问题，被告再度杠上。陈菊在地经营了11年，一路走来，执政历程，苦中滋味，冷暖自知。欢迎新闻廖文普李佳桦特别报道。